辣妈学院，有请辣妈团。圣火公主辣妈林青衣果，性感舞者辣妈王丹叶，烘焙女神辣妈薛小洛，选美皇后辣妈高一健，中泰混血辣妈 Selina， 古典传统辣妈秦雪，个性直爽辣妈刘佳，心灵手巧辣妈王凯颖，麻辣主播辣妈爱丽丝，心灵女汉子辣妈丁宁，最后有请我们辣妈学院院长李湘。我们知道这个宝宝不喝奶呢，其实很多的时候都是我们大人的问题了。是啊，饮食作息本来就没有一定的嘛。对呀、啊。那小孩子这时候怎么办呢？所以呢？你怎么逗你家孩子吃饭？其实我没有这方面的困扰。我们家宝宝很喜欢跟人沟通。哦。我也是很爱跟人沟通的人。看得出来。所以我会经常会跟我女儿聊天。嗯。我从来没有把她当小朋友。嗯。我觉得她是我的闺蜜，所以我觉得那个逗孩子开心是一种能力。今天现场我们来考考大家，好不好？玩个小游戏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尤其是你啊。尤其我。哦呀。我很会逗孩子了。好，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宝宝团来到现场。安儿乐酷酷评审团。来，有请各位。有请。两位妈妈好不好？爱丽丝还有刘佳 ，Selina 也一起来吧 ，Selina。蔡少芬有一点紧张吗？我很紧张。为什么？我觉得小孩你要他们笑，其实也不是很容易的。其实逗了的确外人，对，逗了自己的孩子比较容易，很容易，对。但逗别的孩子开心好难，因为你要把握那个尺度，嗯，对不对？说不定他会很生气的给你一巴掌。有一个已经这样了。孩子哭得如此的状态，你要让他笑还真不容易呢。对呀、啊，还有男的，讨厌你，讨厌小的男的。能让那个叫咬咬的破涕为笑，我们就那个就交给你啦、啊。蔡少芬，你先来。好，你找那个找谁？注意这边哦，来了。已经哭了，哎，安慰一下。我们开始了，姐姐阿姨，来，我跟你们讲个故事好不好？你现在看着我，这里有小兔哦。这里有小兔哦，小兔怎么啦？它跳啊跳啊跳，然后哎呀，好痛哦！没反应啊，哈哈，你笑一下嘛，哈，你有没有看过小猪？你喜欢小兔吗？小兔你喜欢吗？哈哈，这只兔子碰来碰去的，你刚有个重点吗？哎呀！这个掉了，完全没有反应。好吧，我女儿已经笑很久了，他们都不是，他们不笑，是很真的说，你知道吗？皇后，你有点耐心可以吗？没有没有，你可以再花点时间吗？来，换谁？爱丽丝来。爱丽丝，好吧，来来来，爱丽丝。来，瑶瑶。瑶瑶，你说什么？瑶瑶。尿尿尿尿了，尿尿吧，尿尿尿尿尿尿吧，尿了吗？是不是要尿尿了，宝贝？是不是？哦，对，尿了，去把
要去吧，去吧，去尿吧。他哭的原因是他要尿尿。小年羹坐过来，哎，好，那就三弟，那准备来看表演了。西蒙子，西蒙子，看一下哈，预备备，开始，预备起，呱呱 ，Hello， 西蒙子 ，Hello， 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小年糕，你们看哦，今天我出来，我遇到了一个大野狼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大野狼来了！哇！太爽了！这个时候碰到大野狼应该怎么办？赶快拿脚踹他！啊嚓！真快！为什么是踹我？真好蠢哦！没有人笑哎！笑了，笑了。呱呱笑了，呱呱笑了，呱呱笑了。然后西蒙子，你看哦，踹他还不够，大野狼太厉害了，这个时候踹大野狼，我都不能。哇，怎么办？你可以救我吗？怎么样把大野狼给赶走？他已经习惯了，大野狼就是这样的。他是假的吧？他的开关在哪里？他的开关在哪里？开关在哪里？是假的吧？我觉得爱丽丝，他的开关可能在这里。开关在这里，他的开关在这里。笑了。还可以下手的吗？不可以下手吗？作弊，这属于作弊。我简直看不下去了。这个情商教育啊，逗孩子开心是很重要的，笑不是目的，逗他笑时才是重点，所以应该是用自己的情绪感染他会比较有效。我们让晨晨试试看好不好？行，你应该是自己很开心，孩子就会受到感染，情绪是有感染性的。我懂。从前从前有只大笨猪，有天走到院子里，看到狗在便便，闻到便便，那只猪它就吐了。呱呱也笑了，呱呱也笑了，等一下比较好一点。好棒啊，两个都笑了，对。还有西蒙子啊，西蒙子。西蒙子他有他个人的问题。不是你的问题是吗？他的问题不大，但解决不了。因为真正的笑是要发自内心的。爸爸妈妈现在是说你跟我装出一个笑，其实是对孩子的情商教育是不利的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曾爸爸做得特别好。好了，让我们的小朋友来评判一下吧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请西蒙子吧，你来评判一下，就是这四个阿姨还有一个叔叔，你觉得谁最可爱？都不可爱。瑶瑶他举手。瑶瑶你觉得谁最可爱？瑶瑶你觉得谁最可爱？哎呀，你走到最可爱的人面前给他亲一个来。哇哇厕所以后整个人表现得太好了。那西蒙子，你有没有考虑清楚关于我说的这个问题的答案？有吗？没答案。没有答案，还是很酷的。没有。所有辣妈们都辛苦了，表现得非常 好，谢谢大家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